主要是换了一些电灯，主要换成那个节能灯，然后呢，做一些冰箱啊，做了一些除冰的动作，然后再就是晚上有一些冷藏的冰箱可以关的，我们基本上都把电关了。主要是电灯呢换了以后呢，店里会更亮一些，那么客人呢会觉得会买东西会比较亮堂一些。橱窗呢现在暂时看呢，就是短期看呢还没有看出太多，但是就是说感觉应该会省一点钱嘛，最主要是这些。那么我想说呢，如果得到一些这些方面的帮助呢，那么大家最起码呢会对就是说如何去省电有一个 idea， 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最起码在你以后省电的这个过程中嘛，你会有一个方向，知道要去怎么做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